别再说我这是鸡蛋糕了，行吗，宝贝们？这是纯的牛骨髓牛油，你要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，它就空了；短一点就成这样了，能看到吗？上次吃个牛骨髓给我吼顿说就是我骗人，哇，巨油。纯髓，啊，鸡蛋糕它也不长这样啊，姐妹们，鸡蛋糕中间都是黄的。还有老有人说我不换道具。就怕你们说我每次把上面这个肉都剔得特别干净，这个炖的就时间稍微长一点。你家鸡蛋糕能这么挂着吗，老铁？它挂不住啊。我加半往里捞捞了，就把它剪上。然后来，我加点了。带辣丝儿的，看到吗？鸡蛋糕是辣不出来丝儿的。这边没有。牛骨髓来了。哎，我去！啊，这一坨，哎呀，这新切回来的骨髓是香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没咋热透，里边是凉的。当然了，不能生，吃吧，熟的。活动有活动啊！真的假的？点一下预约啊，活动。哎呦，哇塞！哇，太香了！哇塞，
真的好香。宝贝儿们，不要质疑我的骨髓，你瞅瞅，这要说的是假的，我真的。吃得干净吧？你说谁拿它没事往里边塞东西呀？哇，真的好香啊！把这个大的，你瞅瞅，这不是骨髓是啥？这个咋那么黄啊？这个骨髓，哇，真的越吃越香，你知道吗？看看。这个可不能多吃，你知道吗？多吃直接让你窜。牛骨髓来喽！这个没有多少啊，今天吃牛骨髓，妈呀，太香了。
水晶腊肉纯肥哟。凉了就拧了，趁它没拧，要不透明凉凉。哎呀！腊肉你吃不了。